好啊！最近人气火锅店火锅轮咧就新出咗一条新 line， 主打一人一锅，最平咧都系百几蚊就有加翼，我哋快啲去试下咯。我哋今日会试食呢个兰嘅一人锅，就系158蚊嘅啫。佢有极品嘅安格斯肥牛啦，有鸡腱啦，有自家制嘅猪肉饺啦，同埋其他一系列嘅蔬菜啊、番茄等等嘅。我要特别推介俾大家咧，就系呢一个台式沙爹麻辣锅，特别咧加入咗港式嘅叉叉酱啦，同埋台式嘅麻辣酱而去制成。咁其实食台式嘅麻辣锅又点笑得鸭血呢？呢度咧每一个汤咧都会附送鸭血嘅，你见到佢嘅鸭血真系好新鲜啦，同埋好肥。而家咧就试下佢个极品安格斯肥牛啦，睇佢个味道点先。个肉质都好嫩滑嘅，牛肉咧嗰个鲜味咧都系好出嘅，我觉得系唔错嘅。如果你唔够饱嘅话，其实可以呢度有唔同嘅追加配料嘅。